有人说，年味越来越淡，人在一起，心却越来越远。生活总在改变，过年的心意其实没变。还有过年的味道，妈，我回来了。啊，我儿子回来了。我儿子回来了。雀巢相信最重要的年味是你，你我一起年味无缺，用心发现新年味。雀巢中国。